我看到山谷的面都有一种足熟悉、足亲切的感觉。伫遮用上科学的方式，会当找出答案。总讲哦，你真正是山谷的小妹啊，伊嘛一定有办法会当找一个解释。什么上科学的方式？验 DNA。你按我去通话报告。余德胜，我去找红，伊家己所看兄弟啊。余德胜，这检验报告出来啊！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可能你的离开我真绝情啊，也不过我爱你离开我，是为了你好，才要结束好。你怀疑仙姑有可能是异巧的姐姐，伫遮用上科学的方式，会当找出答案。什么上科学的方式？验 DNA。是小红心威胁我，他知道我们是影兽，拿我们点破事，三天两头来我们家说嘴，我要收拾他，我还不让接下来怎么玩我呢？和你讲诶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我跟建明可能真紧就要结婚了哦。阿叔阿贵，爸妈哦，拢在你后边，该你顶掉咧。妈妈，我一个好心气到这么大，最后要解决问题，煞去卖给好野人，这是什么骄傲？这是悲哀啦！所以我决定哦，接受公平的建议，甲仙姑用上科学方法也定了嘞。想袂到代志竟然变到安尼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。余先生，这检验报告出来啊！啊，我伫下港哦，就有一间别庄啦。我是咧想要甲我妈为病交到这间别庄度。林家宝，你有没有徐小鬼啊？这个小仙哦，找王红啊，所以找王亚芳。伊讲的是王亚芳派的王红啊，心目变 spy。奇怪，阿弟弟的心上，我哪会撇掉曹峰的帮助？伊跟曹峰之间绝对有什么秘密？